This is our playground. This is our playground. 死者胡小蝶，当年和你说过什么吗？在这里不需要交朋友。人家你跑什么呀？有看到人吗？去他家，我就不相信他不回去。这里有人被打，很多人打一个。啊！过来。这样吧，你要是付一点钱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保护你。别碰陈念，对不起，陈念欠小北一次，我又没说欠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那说好了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耶！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但他们还是胜利。你相信我吗？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。可是我喜欢一个人，就要给他最好的结局。